你以为我们今天来是跟你商量的吗？明白告诉你，今天你们这趟镖，我是要定了。若是你想再搭给我几条人命的话，我也不在乎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马某得罪了。 真想不到，你还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。所以，我曾经发誓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在监牢房。难怪，上次我要抓你的时候，你会有那么大的反应。后来，局势动荡，清廷不稳，狱中大乱。 至今都没有下落。当时一别，到现在是生是死，都不知道。后来，娘带着我一路逃到了沂蒙山，后来还开了马场，本来想从此以后以马为伴，平安度日，没想到一场大火，又把我们赶上绝路。 所以你就到了上海，那你娘呢？我娘腿有伤在身，行动不便，暂时先留在山东养伤。蒋大哥，造化弄人呢。那你在上海有什么打算？既然来到这里，自然是想闯出一番事业。 然后把我娘接过来，好好的侍奉她。嗯，好。兄弟，上海滩虽说是鱼龙混杂，但也是乱世出枭雄啊。我看好你，啊！今天我们也算是相识了，以后只要你有什么麻烦，尽管来找我。只要我蒋世光能帮得上，一定帮你。好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我马永贞，如果能出人头地，我不会忘记了兄弟的恩情。来。
好，来。薛老板，就是要在这里比赛吗？不错，到时候那一片空地会设计重重障碍，参赛的人要依仗着自己的骑术越过障碍，先抵达终点者为胜。比赛分为三场，三局两胜，前两场的难度应该不会太大。那第三场呢？第三场也是最困难的一场，我打算要你压阵。到时候白赖丽肯定会让她的宝贝女儿出马，她的马上功夫你也见识过了。算是见识过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能掉以轻心。不过白赖丽从山东挑来的好马已经不中用了。哦，对了，那本来就是你的马，不过没关系，好马我这里也有，跟我来。我就选那匹黑马。孟永贞，这匹马翻蹄亮掌，毛色发乌。我说，你不是看走眼了吧？哼，千里马未遇上伯乐，又怎么能经？我真是遇上伯乐了。薛老板，这马虽比不上我的小白，却也是一匹难得的宝马，有它相助你大可放心。好，你若真能胜出的话，不但所有的奖金都是你的，我薛长春也会大大的重用你，让你从此以后不再屈居人下。谢谢薛老板。如今这赛马的门槛真是放宽了啊，连个臭拉车的都能参加比赛。哦，卢大帅，今天怎么有如此闲情雅致？是来看马的吗？哼，看什么马呀？好马我有的是，我是来看人的。哦，看人？我是想来看看到底是谁这么不知天高地厚，想跟老子过意不去。哎哎，韩副官，不要动怒，不要动怒。哦，原来卢大帅是为昨晚的事而来啊。那你知道了难道就不给我个交代吗？哎，岂敢岂敢，只是两个手下人为争一时之勇惊动了大帅的虎威，况且又在租界里面，我想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闹大了吧。那你的意思是想让我罢手不管吗？哎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惊动了大帅的虎威，大帅发难问罪也是应该的呀。但是我想，总会有个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什么办法？我今天来就是想要这小子的命。哎哎，大帅，您征战沙场那么多年，要是想要这个穷小子的命，那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可是以您的身份兴师动众来对付一个穷拉车的，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的话，好说不好听啊。好，今天这小子的命就先挂在你这里，啊，明天的比赛，我押10万大洋赌他胜，要是他赢了，我不再追究。要是输了呢？输了，你不但要还我赌金，我还要这小子以命相抵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哼。
雪罗，虽然明天我不能和你一起上阵，但是你还是要保佑我旗开得胜，我要好好的为你出口气，知道吗？小弟，这么晚还不去睡，明天还要看你出风头呢。爹，雪罗明天不能陪我一起出战了，我怕。怕什么？你对你自己的骑术没有信心？我当然有了。可是，明天说是赛马，比的却是人。你一定要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，才能赢得这场比赛嘛。我知道了，爹。嗯。皮亚先生，请坐。好，请坐。市长先生，请。请。啊，请。好，徐老板。白老板。徐老板，早问你骑术精湛，本来可以大饱眼福，也好让小女向你学学，你怎么跑到看台上来了？哼，赛马是年轻人的事，你我这样的身子骨，还是老老实实的看着吧。也对，全怕少壮，全怕少壮。对了，那天为了救白小姐，我不慎踢伤了她的马，我本该再赔你一匹好马才是，无奈宝马难寻呢。薛老板说这样的话就见外了。不瞒薛老板，我们家的好马呢真是不少啊，若不嫌弃的话，随便挑一匹拿去好了。那倒不必了。好马我虽然没有，但善骑马的人我倒是有一个。哦，好，好！不但骑术精湛，啊，这鞭法也出神入化。输的是心服口服，心服口服啊！这成王败寇啊，江湖上自有江湖上的规矩。薛老板也是老江湖了，没有一些手段的话，恐怕也没有现在如此壮大的五湖帮啊。第二场比赛开始。胜了，险胜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第三场比赛
将是决定胜负的一场。因此，大会已经决定，为了增加比赛的难度，在最后的终点端挂一个绣球，谁先着了绣球并顺利到达终点，就是这场比赛的胜利者。好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，没白来吧？等会儿还有更精彩的比赛吗？无非就是分个输赢。我看到马永贞，他也未必能赢得了白小姐。不，他必须要赢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赌的是命，如果他输了的话，那可就是连命都没了。白老板，没想到令千金的功夫着实不错啊。你这个马夫的功夫也很了得。马先生，恭喜你。好小子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这些奖金都是你的了。谢谢老板。永贞，你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？闸北。闸北？那不是一堆叫花子住的地方吗？小花刀，你明天去替永贞找所大点的房子。是。嘿，老板，我看不用了。为什么不用？你这么好的人才，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呢？啊？况且你替我挫了白赖里的威风，这一切都是你应得的，不用跟我客气。你听到没有？是，老板，您放心，我一定给您办得妥妥当当的。对了，永贞，
我问你，你千辛万苦的来到上海滩，有什么心愿？我在上海立足未稳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在上海闯一番事业。好，就冲你马永贞这一句话，我就给你个机会。这样吧，你先帮我打理一间赌场怎么样？赌场？多谢薛老板美意，我怕这种生意我做不来。做不来？哼，你是不是嫌赌场是捞偏门的生意？傻小子，机会就是机会，哪管什么偏门不偏门的，你要是想做出点名堂来，光靠拉黄包车可以吗？你马永贞若真是一条汉子，就像我一样，从偏门做起，再从偏门打出去。好，薛老板，我答应你。好，这才像条汉子。嗯，以后跟着我好好干，我绝不会亏待你的。老大，卢大帅来了，跟我来。大帅，哈哈哈哈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！哈哈，薛老板，今天在赛场上，你们五湖帮可是出尽了风头啊！哎，哪里哪里，还不快把彩金送上？是。大帅的礼金呢？大帅，您下注还真是看准人呢。嗯。怎么样，大帅，我这个兄弟没让您失望吧？看不出来，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。哼，算你小子命大。哈哈哈哈，大帅，这么点小事何必还挂在心上？都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我看不如这样吧，改天由我薛某人做东，就算是给大帅赔个不是。嗯，来，哇，马大哥，我们发财了！小马，把这些钱拿去给大家分了。好嘞。不能分，这是你的钱。哎，葛大叔，没有大家照应我，我马永贞哪有今天？小宝，这些钱还是拿去给大家分了。哎，永贞，永贞呐，实话跟你说，这些日子以来，我们没有为你做些什么，倒是你呀，处处不忘我们这些叫花子。哎，葛大叔，你说的这是哪里话啊？来来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！来，吃的来了，吃的来了，这么多呀！哎，什么呀？来，吃吧。来了。来来，大家都过来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大碗喝酒，大块吃肉。来来，干杯。来，多吃肉啊。哎呀，好好好，来来，干干干干。葛大叔，怎么了？薛长春让你给他看赌场，是不是真的？是啊，那你这回可是真威风了。哎，说起来，我真是应该为你高兴才是。可是，可是什么呀？好，你要不怕扫兴啊，我就跟你说。你说，我觉得薛长春让你给他去看赌场，这不是什么好事。
为什么呀？是啊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薛长春是什么人呢？他是五湖帮的老大，他今天器重你啊，你就有好日子过；他明天不器重你了，弄不好呀，连性命都要丢掉。大家都挺高兴的，你怎么说这么丧气的话呀？你就不能……哎，葛大叔，你说的这些话我也明白，可是我这个心里边有数。赌场生意是捞偏门的，我要在上海滩闯出些名堂，不冒点险怎么行？对不对？正像薛老板所说的，我从偏门干起，有朝一日再从偏门打出去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永贞，你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只要你心里有数就行了。关键的时候还得要看你自己。哎，那是。我呀，就不再啰嗦了。来来来来，葛大叔，来。各位，马兄弟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大房子，吃完这顿就要走了。来，我们借着杯中酒给马兄弟送行。哎，不不不不，我今天不走，我要留下来跟大家喝到天亮。好，来，干！雪罗，我输了，不但输了，而且还出尽了洋相。爹，都这么晚了还不去睡啊？爹，你一定要替我出了这口气，替我好好教训那个臭小子。马永贞这个小子，他倒也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啊。那爹就是不要为我报仇了。你别急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可是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。你放心，爹一定会给你报这个仇的，不但要报，还要连他的后台一起拆掉。您是说薛长春？没错，马永贞，我已经给了他很多次机会，他都不肯跟我。没想到这个薛长春居然有本事收服他。好，那我就让他们两个一起死。行，小子，看来这声大哥我不叫你是不行了啊。你就别拿我开心了，这样的房子我还真是住不惯。行了，你啊，这心里边指不定怎么美呢。要是能把我娘也一起接来住，那就好了。行，你小子这句话说的还有点人情味儿，我是没看错你啊。马爷，马爷，你们是？马爷，我叫春燕，他叫秋霞，是薛老板吩咐我们的，让我们过来伺候少爷的。马爷，看来我这声大哥叫屈你了啊。马爷，你有什么吩咐尽管招呼我们，还有鞋匠和理发的，他们已经在路上了，马上就赶过来。马爷，我们先退下了。马爷，有什么吩咐您召唤我？你还拿我开玩笑是不是？哎啊，你还开玩笑？马爷，哎呦，马爷饶命。薛爷，马永贞到。薛老板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穿上这身洋装，就是比穿着拉黄包车的衣服顺眼。薛老板，有件事情我想跟您说。
有什么事说。我实在是一个人过惯了，不用劳烦那么多人来伺候我。嗨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你现如今怎么也算是我薛长春的得力干将，排场怎么能少呢？一帆，你来说说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亏待过兄弟们？老板说的没错，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。永振，你只要好好的替我打理这个赌场，只要假以时日，我会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做。薛老板，我连赌场都没进过，别说打理，什么都不会啊。不懂可以学嘛。我已经安排了小东做你的助手，他会帮你。小东，哎，是老板，你带永振下去看看。好的，老板。马爷，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估计哪位不开眼，跟这儿出老千呢。没事，接着玩吧。哎哎，住手！你们干什么？这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在这出老千！你，马爷，这是赌场的规矩。什么狗屁规矩？出老千！住手！把他拖出去。是，走走走。谁敢在我的地方出老千，不要他的命已经是便宜他了。薛老板，这二话不说就把他手给砍了，这也太残忍了。如果不杀鸡儆猴，那我的赌场岂不变成了慈善堂？永振，这里不是讲仁慈的地方，这里是江湖。你要记住，对别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如果不放下这种妇人之仁，休想在上海滩混下去。小姐，雪茹的伤怎么样了？雪茹的伤已经好了，完全好了，一点事都没有了吗？我养马养了这么多年，这雪茹还真是匹好马呀。要是换了别的马，这辈子别想再跑了。那好吧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先下去吧。是，小姐有什么吩咐，随时叫我。雪茹，一会儿就看咱俩的了。白小姐，我已经中了你一箭，我们的事情算扯平了吧？哼，你想得美！今天我就是来砸你场子的，给我砸！小姐，别！小蝶，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的女儿当然不会有事。白老板，
你的宝贝女儿砸了我的场子，打伤我这么多的人，这笔账你想怎么算？徐老板，我们都是出来混的，现在是开赌场，不是酒家。你手底下的人不中用，让人给踢了场子，那能怪谁啊？好，既然白老板这么说，那改天我也登门到你的场子去一通乱砸，到时候白老板可不许翻脸呢。薛老板，说来说去，是不是怪我的女儿打伤了马永贞？哼，要不是马永贞不想伤她，不想让她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，就你女儿那区区几把弩箭，怎么能奈何得了她？是她自己不记事，说什么存心相让？有本事咱们再比试啊！小蝶，薛老板，我们不要兜圈子了，你我心里都清楚，如果不是我敢来，你们把大门一关，我兄弟们死在你的赌场里面也没人知道。哼，这医药费你怎么说也得赔我。笑话，难道我的人没有受伤吗？向我讨医药费岂有此理。江湖之中谁讲道理？讲的是本事，讲的是拳头。如此说来，你白来利的拳头比我薛长春的还硬，难道我今天就该认栽？可惜呀，可惜呀，我紧赶慢赶的，还是错过了这场好戏啊！大帅，区区小事，怎么还惊动了大帅的大驾啊？我这人呐，最喜欢看热闹，你们二虎相争这种事儿，以后可不要让我错过呀！既然大帅喜欢看热闹，那改天我就安排一出大戏，让大帅看个痛快。好，好啊！大帅公务繁忙，我们怎么敢打扰啊？不是不敢打扰吧，白老板？你心里装着那个法国领事，哪里还装得下我这个大帅呀？哎呀，大帅，那些红毛绿眼的外国人，不过是应酬应酬罢了。啊，好，那感情好。你就去应酬你那个法国领事，我这边就不劳烦你了。哎，薛老板，今日凑巧，咱们来喝几杯。哎呀，那正是求之不得呀。白老板，我们喝酒不碍你事儿吧？大帅，我不敢打扰您的雅兴。薛老板，我们后会有期。大帅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大帅，多谢解围。薛老板，你打算怎么谢我呀？不知道大帅想要薛某怎么个感谢法？前几天你不是说你要做东请我喝酒吗？我看做东就免了吧。不如明天到我府上，咱们俩好好喝几杯。好啊。不过，你可别忘了带上你那柳姑娘一块儿去啊！啊！